我们先讲装备啊，再讲角色。来吧，装备在最下面这边啊。然后尽可能，我应该会先讲比较 normal， 然后再慢慢的讲上去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先讲比较强的。但是我们角色也不确定讲完了没啊，所以就先 normal 吧，也是可啦。就是他 normal 的 normal， 还有，Oh my god， 就是说还有最低阶这样子哦，啊，本集呢，因为进度的关系，所以先。继续把角色讲一讲哈。你昨天发现貂蝉也还没讲吗？是不是？昨天很像发现有一只还没讲的样子。哦，对，王昭君居然没有讲，因为我应该有了左慈。其实左慈我有点。没有印象哎，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左慈。然后再讲一次，欧智子也没印象。对，这只今天重点就这两只。好，那本集到这边，啊，就这主线一下结束本集了。这期我就以主线为主，因为目前没有卡关。卡关的话再检讨。这个没问题吧？可是我没有让你走的一起，哪怕我多年后爱上你，我以为我……哎呀，这样很乱呢。哦，晋升在这里。那晋升的条件是什么？哇 ，Amazing！ 这狼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那晋升的条件是要吃相同的角色，那我就得练这一只喽。啊，算了，给你吃吧。其实玩这种游戏，有时候都要看你抽到什么了。再去做一个配合，但是我觉得不是现在 ，because，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角色不多哎，等抽到更多的时候再合好了。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你现在没卡关啊，你现在没有卡关，你干嘛那么 care 你的一个战力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，那就结束影片吧。所以我就说你卡关再说没，嗯，哎呀。